你问下你自己，温成峰究竟系一个点样嘅人？以前的温成峰，翻嚟阿峰，为咗救人，唔使惊啊，慢慢交俾我，命都唔要。我是拆弹专家，我应该留在前线工作。你只脚而家咁做，点保护到所有市民的安全啊？咁你走先，唔得，要走一齐走。呢条是我哋选择的路。走啊！就算我剩翻一只脚 ，Ready， 你都要陪我一齐走完佢。我可能是唯一一个最有型的残障拆弹专家。